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沙特阿拉伯协商会议主席访问泰国，商业部准备制定货物集散计划，向中国逐个省份推广商品。泰国预估今年可迎来160万印度游客。EEC 东部经济走廊范围内的府治将整个夜晚开放以吸引游客。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借此机会也向听众朋友献上一个小惊喜，您只要在留言区回答问题并写下通讯地址，便可以获得泰国广播电台馈赠的一份精美小礼品。我们的问题很简单，您只需在7月份之内回答一项就可以拿到奖品。所提的问题是，最近一两年你从媒体的报道认为泰国政府最为推广的政策是什么？一、促进投资；二、促进东部经济走廊 EEC； 三、促进旅游业；四、促进农业；五、促进电动车产业；六、促进出口业。听众朋友，你认为是哪一项政策？都可以在留言区回答。如果邮寄的话，写下下列的地址 Radio Thailand 括弧 Chinese Bangkok Thailand 泰国广播电台括弧中文组泰国曼谷。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括弧 Chinese Bangkok Thailand 泰国广播电台括弧中文组泰国曼谷。谢谢各位的参与。各位听众，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沙特阿拉伯协商会议主席访问泰国。沙特阿拉伯协商会议主席正在泰国进行访问，此是一项历史性的访问的一部分，是一名沙特阿拉伯立法议员对泰国进行的首一次正式访问。沙特阿拉伯协商会议主席艾雅斯谢克日前会见看守总理巴育上将。巴育总理表示，沙特阿拉伯协商会议主席此行象征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里程碑，也期望在立法方面会有更大的合作。沙特阿拉伯协商会议主席艾雅斯谢克表示，他对泰国给予人民的自由表示钦佩，并表示相信经常的访问和积极的参与将可以加强两国各层面的关系。总理和沙特阿拉伯协商会议主席在会面中商讨了多个议题，包括了外交关系、经济合作和旅游业。他们同意促进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EEC 的私营投资。沙特阿拉伯政府考虑对泰国护照持有人予以免签权利。双方在会谈中也同意通过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加强合作。泰国和沙特阿拉伯于一年多前恢复全面外交关系后，沙特阿拉伯游客到访的数字不断上升，
去年入境接近十万人次，为国家带来收入超过90亿铢。今年到访的人数，泰国旅游局预估为15万人次，每人开支约8万铢，全年整体收入120亿铢。商业部准备制定货物集散计划，向中国逐个省份推广商品。政府副发言人拉希达女士透露，商业部商业政策和战略办事处报告，有关水果出口中国市场，泰国可说居于首位。2022年，也就是去年，泰国水果市占率为 41.3%。目前中国海关总署批准从泰国输入水果超过23类，名列前榜的是榴莲、龙眼、山竹、椰子、番荔枝、莲雾以及红毛丹。在政府实施主动的营销政策下，再加上泰国水果的质量和口味，使到泰国水果的占有率不断的扩大，也广受外国市场的青睐，从而也导致果农以及出口商要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生产程序、水果出口管理，推动市场推广计划，减低依赖单一市场的风险，尽一切所能探寻新的市场。就中国市场方面，现已准备开拓逐个省份的市场，使到泰国水果能够分布到泰国更属于内地的省份。看守总理巴育上将曾就此事强调，要注重质量、卫生和安全标准，在国内和海外市场加强推广努力，促进泰国经营者为水果增加更多有潜势的市场，配合市场的需要，增加泰国水果的市占率，为国家提高商品的价值。泰国预估今年可迎来160万印度游客。印度游客当下不断地涌来东南亚，从而巩固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在旅游市场日益增长的重要地位。列自印度的 Indigo 航空公司以及泰国航空公司，一直到上千客房的服务行业的高层表示，泰国正在从印度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和不断提高的购买力获得好处。根据这些行业的高层人员指出，印度游客长期来增加，导致了航空公司要增加载客能力，服务行业及旅游业也纷纷推出各种措施以吸引游客，这都是进行中的初步行动。亚洲开发银行五月份的一份报告指出，印度可能会在下一个10年代在出境旅游业的增长方面会成为下一个中国。尽管该国机场较少而使到往来方面会受到限制，不过也不会阻挡这种趋势。在泰国，印度游客的数目比2019年减少仅仅 14% 左右，不过实际数目比中国为少。2019年中国游客在泰国每天的消费为197美元，印度游客为每天180美元左右，双方都是在泰国旅游时间为一个星期左右。泰国旅游局副局长特涅表示，预估今年来泰国的印度游客约160万人左右。EEC 东部经济走廊范围内的府治将整个夜晚开放以吸引游客。政府正在考虑在 EEC 东部经济走廊范围内的府治，其娱乐场所可以整夜的开放，以促进该地区的旅游业。内阁在日前的会议上通过了有关让春里府、北柳府和罗永府的娱乐场所全天24小时开放的建议。文化部长伊迪鹏表示，待布令出台之后，内政部将确定哪一些地区可以24小时开放，不会开放整个府治。
例如可能开放步行街、东部航空城。另一方面，文化部向内阁申请开放偏远的地区的寺庙、学校以及教育机构。EEC 东部经济走廊地区涵盖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推动的东海岸经济开发区的原先三个府治，也就是春武里府、罗永府和北流府。根据政府副发言人戴素林女士说，内阁会议批准规定服务场地的开放以及关闭时间的布令草案的原则。内政部方面规定这份布令以皇家法令出台，并规定可以开放24小时的服务场所位于东部航空城推广区。另一方面，芭提雅市的娱乐和旅游协会秘书长丹龙杰乐观地表示，该计划将造诣当地的公司和振兴该地区的旅游经济。根据丹龙杰，巴迪亚市的业务经营者表示，如果这个计划获批准，就乐意遵循相关的规定。各位听众，在今天的专题节目里，泰国广播电台要跟各位谈谈前进党同意卫泰党主导组建政府。前进党经过了半天四个小时的内部讨论，其秘书长蔡特瓦日前宣布，该党决定退一步，让卫泰党主导组建执政党联盟，包括了将充分支持卫泰党提名的总理候选人。前进党此举的目的是以民会第一大党身份推动联合执政，以停止现届政府的续权。该秘书长表示，该党争取总理宝座不能够成功的原因是保守派的政治团体垄断集团和周围的相关机构阻止，以修订刑法典第112条款作为封杀前进党的借口，以效忠王室来与选民意愿作对。他还指责上议员违背大选的意愿，不按照多数人的意愿支持新总理上台，破坏国会的规章制度。至于前进党是否要再退一步，暂停修订刑法典第112条关于冒犯王室罪责的规定，这位秘书长回避正面的回复，只表示有待与卫泰党进行更明确和具体的协商，预计近一两天将获得明确的结论。另一方面，有关前进党的支持者在街头示威的问题，看守总理的办公室表示，巴育上将表示可以理解支持者的不满情绪。巴育总理透过发言人拉斯坦女士表示，他恳请民众与君主制共存，以民主方式推动泰国的进步。言论表达和政治活动都必须以和平方式进行，不能有暴力行为，也不能够危害经济、贸易和投资。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国会第二大党卫泰党的候选人将有机会角逐总理大位，不过究竟要推举谁担任候选人，仍然需要经过卫泰党内和执政八党联盟的讨论。各位听众，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我的收听。